你今天这中间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啊？还是想要突然有想到啊我们的，你都可以。我说你们明天离开。对，我们是明天下午2:30。对，还是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家人是家人哈，你不会讲，我们会讲，都是业果。非常感动的画面啊，我们就像在佛国的家人一样啊，来到人间啊，觉醒了之后总是有一种温暖，依依不舍的，也祝福你一切平安回归我们的心灵故乡，衣食住行应有尽有了，阿弥陀佛。